如风说梦话，八卦天天看。紫禁城 F 哥瞬秒第一金刚怒目女一，这属性无敌了。紫禁城神豪 F 哥一直以来都对于风系门派情有独钟，他手中的福战女儿村和武装更是公认的全服第一，也成为这两个门派的标杆。神豪 F 哥的福战女儿村号从未对外展示过，坊间只知道他女儿村的装备非常多，可以根据不同的对手随时调整自己的特技搭配。昨晚在紫禁城服务器炸出了一件160金刚怒目女衣服，出防达到了315点，体内双加了75点，整体属性爆得非常夸张。毫无疑问，这就是全梦幻第一的金刚怒目女衣。神豪 F 哥的服战号当时刚好在线，他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传音之后，果断通过查因果方式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号主本，并且直接将第一金刚怒目女衣拿下。这件新的金刚怒目女衣与 F 哥以前的那件相比，整体属性提升了一大截。如今175福战女儿村几乎不存在全敏极限加点的方式，甚至在打五宝林阵容占鸟头位置的时候，福战女儿村经常是零敏捷加点，因此这件衣服真的是非常适合女儿村。